臭蛋莫古力和那个陆行鸟滚蛋了。啊，可以两这可以让这俩臭蛋走了。这边去掉。我要走的是这个位置，这是当前的主线。我顺着上面的路走，能过去吗？啊，陆行鸟会踢脚的，我刚知道。可惜你不会从这儿直接下来呀，小伙计。哎呦，这里可以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那边有个紫色宝箱吗？あれを見ろ。镜头拉近了。啊？セフィロスだ。本当？不是塞菲罗斯呀，是个斗篷人。克劳德又出现幻觉了，这就是个斗篷男，哪是什么塞菲罗斯？萨菲罗斯、塞菲罗斯、塞菲罗斯，人家一个小老头，我的获得了一个大口径的枪，是巴雷特的，根本就不需要。そうだね。那你是谁？僵尸啊，也没人管他，也没有对话，也没触发任何剧情。FF7 游戏名叫 FF7 重生。是开放世界的 ,FF7 重生开放世界。夏威夷应该是在海滩边的，我们现在还没到沙滩呢。得跑到沙滩才能触发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威夷系列剧情。七的重置版一共三部曲，现在的是三部曲第二部，是昨天正式发售的。哟，昨天有个什么大怪物。这是什么耶梦加德啊？陆行鸟全逃跑了一个，这么大，好大！島に期待していたようだな。解説ありがとうよ。我能打这么大的东西吗？直接开始啦 ，bitch！ 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送我上去，我又上去了。啊！才回这点血啊！太不懂事了！战斗音乐做得真好，优秀！赶紧加血啊，臭蛋爱丽丝，混什么呢？还有我手动加吗？废物克劳德，再次送我上去！给我踹地上了，下来没有？这蛇头上怎么还有几个大包啊？两个都被秒了，这
这就是动态难度吗？太动态了，连个技能都放不出来。是不是该换难度了？毫无还手之力着。